手游酷玩。好像有人喊救命，声音在那边传过来的，我得去看看。你怎么了？我被毒蛇咬了，快帮帮我把毒吸出来吧。我自己又吸不到伤口，这样我会死的。我有蛀牙，不能帮你，如果帮你我也会中毒的。有了，我有办法了。我回来了，现在可以帮助你了。天哪。自救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